有句说话喺我个节目里面咧，好耐好耐冇讲过，大家试拍紧 YouTube 频道就可以讲。各位观众就系百货买百下，百货买百下，百货买百下，百货买百下吓。咁讲几多次都系自己 YouTube 频道。咁系啦，喺 Icon 细雅呢度咧，食嘢地方多的是，后面咧有啲平平地嘅嘢食，想食高级少少，记住系高级少少，不至于坚尼地啊，可以选择呢一间。哇！胡生，你有搞錯？呢間嚟自新加坡嘅品牌都仲話唔離地，話唔貴，真係啊！你睇下世界各地都有分店，點會唔貴啊？誒，其實真係唔貴喎！你睇下嗱，現場見到嘅大多數都係本地人、泰國人喺度食飯，兼且原來家市有 promotion 啊，有 promotion 啊，有 promotion， 所以價錢咪唔會離地，唔會貴咯。乜嘢 promotion 咧？各位觀眾睇睇啦，原來由今時今日至到呢個10月31日呢個 Golden Week 呢個期間咧，喺呢度咧更加有抵食套餐喎，無論 lunch 或者 dinner 都好啦。嗱，呢個所以選擇呢個1999匹加加咧，就選擇蝦啦，是但一種咧，再加小菜是但一種咧，跟住牛肉啦，跟住然之後菜啦，係飯 total 5樣嘢，又或者俾多少少食蟹嘅。2499匹加加，跟住咧再加埋有時一個餸啦、牛肉啦、菜啦同埋飯都相當經濟。咁但係哇，咁整到成手都係好難受喎。誒唔緊要，都有專人服務處理，幫你拆蝦拆蟹嘅嚇咁樣。咁而作為呢度嘅顧客咧，只要喺商場入面申請一張 Choice Card 咧，仲可以免費送你一杯嘅西瓜汁誒咁樣，咁兼且喺呢一個嘅 Golden Week 嘅期間，即係至到呢個10月31日咧，喺 Icon 細飲商場裏面任何一間餐廳食嘢，超過1500匹，仲會有300匹回贈俾你，係咪好抵咧？睇下今日食啲乜先。各位觀眾，哇！呢個套餐相當抵食，除咗有菜之外，仲有炸魚皮，仲要係鹹蛋黃嗰只，兼且仲有呢一個新加坡辣椒蟹。炸饅頭，仲有甜酸骨啊，都懷白飯正啊！